这个没什么竞技版的吧？外面都是普通版，都是，都是普通版，对，都一样。啊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给选手，选手对。对，那夏天天就介绍一个，这外面就没有这个，这是通讯部专用的，跟电脑了、啊。对，它有一个设定，可以电脑设定的，对不对？跟电脑另外一个设定，真正跟电脑 ECU 设定的，它有不同的输出。那你普通四手版的就没有了。还要这个油氮气，先暂时先调台风，回去还要弄氮气。磅数啊，这个可以调的嘛？要调，但是要会用，不会弄就不行。你看这外国有车漆哈，你没看到黑点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今天你来你就看到了，叫有缘人嘛。在外国做漆，我是做的黄点，他坐在里面，都是有做漆号的。所以你今天看到了吗？这职业赛车的才有啊，四手版的没有。